先报今天的这个冠病的确诊的数目，本地新增3323起冠病病例，无死亡病例。这种媒体的标题很讨厌，没有死亡病例就放出来，有死亡病例就不懂躲在那里，你要去找。好啦，总之开心了，3323上善以上啊，广东话。其实我对这种数目字的谐音我是蛮喜欢的啦，不是迷信啦，念起来好听嘛，三三生生，二三就是容易生，生生二生，都是生，都是活，活生生啊，没有死亡病例，好事，这是好事，这是我们能够在疫情当中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啊。福建话讲无好，几啊好啦，3323，其实这数目也是伫中国啊，伊人惊死啊！你看中国怕嘞，几千例、几十例都怕，几例都怕，他们就是清零到，有一点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啊，我一直看他们的报道啊，因为你现在看中国的那些综艺节目啊，什么生生不息啊，那种春天花开啊，那民歌表演综艺节目，下面就放一大堆那种防疫的条例啦，哇，多少地方要拉紧警报啦，大家要怎样，哇，看得很恐怖的嘞，很压力，你知道吗？他们，而且他们的上海封就是真的封嘞，封到滴水不漏嘞，我看只有外卖员可以出去外面的，Hello Sebastian Yip，欢迎你哈。所以啊，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你3000多例，他很恐怖恐慌的。我们这边3000多例，大家已经外面除了那个戴口罩，让你觉得我们还是在疫情当中啊，都没有感觉。大家只要一盘饭、一杯水在桌子上面，口罩一拿出来，哇、哦，滔滔不绝在那边他行够了，好像很正常啊，真的。正常的不得了，只有那个口罩不正常啊。这所有戴口罩就是一种正常的环境里面的不正常的行为，但是却是必须戴的。不要扣我帽子啊，需要戴口罩了，真的。但是大家好像很习惯的，我跟张大姐也是真的不习惯，走在大路上四周没人，口罩就立刻拿出来。有时候我还张大姐，我看张大姐走很辛苦，我说为什么你口罩不要拿出来？他说是哦，不要拿出来。张大姐，我呼吸比较困难。他呼吸困难啦、这个大家也知道，从我的影片当中，你们也知道，经过一场手术，还好没事，只是他的肺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啦，也给其他那边落一地啦，人生就是这样，身体不好，像李金大哥说的，身体健健康康，每个都说健康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也不把健康当成一回事。最近我刚刚去弄，前几天嘛，刚刚弄我的牙齿，很糟糕，里面那个大牙可能要拔，但是因为医生牙医说没有看到神经线，就是说还没有到要拔，但是他摸一下说有牙嘞，我说怎么办，他说补，很深的补了，但是他说也不可以补到完，补那个一颗，然后另外四处有需要补他就补，这样补五个还洗牙，然后还有洗了牙还 polish 漂白你看漂白500多块不过因为我是 Medica 立国一代扣得来还140，还啊，真的你想想看哦，有时候花了，总之我们花在我们自己身体，有时觉得很心痛哦。我们也是被，不可以说被宠惯了。我们过去就是希望免费啊，有人说在马来西亚几毛钱啊，看医生什么。但是你如果拿来跟马来西亚比，你就弄过比啦。如果你跟你曾经拥有汽车比哦，你每一次送车去 servicing 啊 ，overhaul 没有 overhaul 啦 ，servicing 啦，换黑油啦啊，然后换一些那个火花色啦。如果潲水器换一下了，有时 suspension 换一下了，每一次进差不多一个多月就要进一次车厂嘛，差不多100多200块，aircon 坏500600，gear 坏几千块，
就是这样坏的，不要讲遇到车祸了，正常的坏我们也是这样还。那我知道很多姐妹们买包包啊，去意大利啊，去法国啊，买包包啊，哇，几千几万买了面不改色。还有啦，吃营养品啊，什么人参啊，包灵芝啊，还有什么，我对这种东西不是很知道啦，名字啊，鲍鱼已经是很便宜的东西，灵芝啦，啊，不值钱，灵芝啦，人参啦，还有什么一个叫什么高丽参，还有那个什么虫草啦，都是很高贵，千块几千几千，大家也是这样买来吃。那你自己去照顾身体，你能够不花这笔钱吗？其实我已经觉得 OK 啦，你五百多块，因为我是 Mother 卡就扣剩下百多块，差不多还20%。OK 啦，我觉得。而且啊，大家要有一种观念，口腔的卫生跟口腔的万一不卫生有疾病是影响到这边的，口鼻喉是一颗嘛，但是口鼻喉这一颗里面，靠近眼睛靠近头脑，对不对，就是眼睛靠近耳朵靠近头脑靠近眼睛，口鼻喉靠近眼睛靠近耳朵靠近头脑，其实口鼻喉里面鼻子通常还好，口腔是最容易有问题的，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好。有些人说哇，我刷牙流血，你就要用小牙刷刷牙，刷那个牙缝里面，你就要敢敢刷，刷到流血为止。真的，这个是张大哥的经验。然后喝盐水漱漱口，只要你把血一刷出来之后啊，你接下来牙龈就不会有流血的。这是一种我也不懂什么道理啦。所以我就说我们的牙医，我这个牙医好多年了啦。不过最近他没有看我，都是他另外一个资深的看我，也是不错。他是介绍小牙刷，很多人不明白。人家懂小牙刷是怎么样的吗？不懂，你拿一次给我。他去拿一次给大家看什么叫小牙刷，不然你不明白。很多人我坐出租车，有些出租车司机也问我啊，为什么牙齿流血啊？什么没有，是牙龈流血，但是牙龈流血很危险哦。为什么呢？有牙周病啊，你们电脑。手机都会啊，谷歌搜查牙周病去看一看，牙周病会影响到你的脑、耳朵、眼睛，如果处理不好，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什么口腔要保持的好，就是这样，不是说张大哥好，不过好了，我的牙齿都不好。根据你牙齿牙缝的 size 买不同的 size 啊，这个小牙刷有些是长的，有些是有这个是 M 的啊，看得到吗 ？M 啊。根据你的牙缝的塞那个牙缝的洞的缝，那有些人说我用牙线，牙线可以，但是小心你不可以大力，哇，你大力是割到有伤痕就麻烦。牙刷当然也是了，这个就是如果你有牙龈流血，用刷子敢敢刷，闭着眼睛忍着就敢敢刷刷刷刷刷它流血，然后就靠盐水漱漱口，过几天就没事，听我的。我都多少年的经验，很多牌子都有卖的，不同的是啦，不同的 design， 这个是本的，很便宜的，多多的时候也有，老实讲什么都可以用的啦，基本上都不错的啦，多多是很快就断掉了，好的就不容易断，不好的就漏液嘛。一个牙刷广东话怎么讲牙刷你再买是小细支的细支的牙刷，不可以讲提便，所以叫提便。好像还不应该对。沙拉不要紧，即系福建冇嘅话，介绍我讲提便，唔是提便就麦便，冇便，唔是麦便。就是讲牙刷，小牙刷。今天张大哥一开始用这个作为引言了，好不好？小尝试，用小牙刷，对你的注意口腔的卫生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当然了，我讲重要，我不是我好练，我牙齿看起来还好，其实不好了，里面已经，一样了，跟我的样子看起来还好，身体不好一样的，但是身体不好，我还是一句话，我有等着选举来，身体不好，我还是一句话，等着那个MRD 到通到 JB， 你要有个目标嘛，身体不好还是要告诉你，我退休了，我还是要很活跃的，很开心的，每天都。
储备那个能量，我不可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够一退休那一天就躺在那个沙发上一直躺，从早躺到晚。我告诉你，没有机会了，因为6月1号我忙了一天来，来再跟你们讲什么事情发生，也是好了，告诉自己退休的第一天原来是没有退休，好了，只是一天了。真正我老实讲，我真的很希望。我告诉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迟啊？还是拖啰啰嗦嗦讲多两分钟。我们回，我跟张大姐回到家三四点了。我们哇，这个要讲啊，不可以只哎呀，等一下，哎呀，不懂。今天很开心啊，去大巴窑北部做一些事情啊。哦，那边有咖啡店嘛？哇，看到人家排队买鸡肉嘞，啊，鸡饭，白斩鸡，好像蛮出名的。我就是跟张大姐一边笑，啊，不理啦，因为看不起这些人排队没有鸡吃。整天傻的买这么多鸡放在冰箱里面，你的活鸡还不是变成冷冻鸡，是不是？我们昨天有讲这个笑话啊，张大姐啊，然后我就跟张大姐去做我们的事了，做了回来又回到那个咖啡店嘛，啊，要喝水，啊，那个咖啡店的真正好吃的是那个菜桃粿好吃的不得了。前面排队也是发生一点，他那个炒菜桃粿的人脾气真的很坏，但是他年轻人，我反正觉得他没有怎样。这前面那个顾客太过分了，你买菜好贵，你就说我一下子说我看到虾，你说你看到虾不是看到虾咯，哎，他的菜好贵哦，2块钱呢一盘开始卖，你买2块那是一部分这样、啊，一个一团啊，你买4块就2团，你买3块就3团，你买4块就4团，张大哥买4块一盘里面有4团，每一团里面有一只虾嘛，他放了。然后那个姐妹前面那个排队，她说：“哎，有虾，你讲有虾不是有虾咯？她管你。”然后她突然最后当她吵的时候，她说：“哎，大哥，我不要那个虾嘞，你没有讲啊，你说有虾买嘛，有虾，你讲有虾就有虾咯，你看到虾关我什么事？我照吵嘛。哦，我不要那个虾，所以我跟你讲有虾啊，不要虾叫有虾。哇，气到她。然后她说：你这个菜龟里面有什么？她说：对不起哦，我的菜龟就是鸡蛋跟这个贵。”他说：“你的柜里面有什么？”哦，他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个大哥跟他讲：“我的菜头柜是整桶在那边嘛，他们是做好的嘛，里面还有掺很多东西啦，你吃起来很好吃就对了。”通常人家说菜头柜就是掺菜头嘛，菜头就是萝卜嘛，胡萝卜嘛，对吗？白萝卜嘛，对吗？啊，张大姐，还有加一点黄萝卜嘛，对不对，张大姐？啊，菜头柜就是菜头嘛，就是萝卜嘛。没有，通常一般上只有放白萝卜。对啦，放白萝卜，有些人是放一点，给你看到一些黄色的萝卜，那总是有放他的东西啦，香料什么，所以很好吃，炒起来就那个味道真的很出名的。他的摊口没有放价钱的，我都不敢问，我就跟他讲4块，我就看他前面的人2块一包，2块他也包给你呢，就是一团一粒虾，哎，很好了嘛，对不对？少是。当然啦，东西都贵嘛，但是好吃嘛，好吃好过你也多多都不好吃，哦，所以他竟然问那个菜柜里面有什么，那个已经弄好的，哇，那个男的真的是受不了了，他说酸他，他说大姐就讲，你讲话这么大声怎么？哎，我戴口罩，我大声，你听不懂吗？我不是挡大声一点，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小声一点，温柔一点哦？哎呀，做生意要开心哦。跟人家讲这个，我在后面等啊，他说那个大哥就讲，哎，后面的人在排队啊。你到底要不要吃的？你要我炒，你不要一直跟我问我这个问我那个，你让我好炒了给你。这个我在后面等，我也是一直摇头，一直 support 我摇头是 support 那个大哥啦。当然我要 support 他嘛，等一下轮到我的时候，他一定炒得很好，那么他一定也，但是也是一粒虾啦，没有虾。但是他跟我讲得很好，他说这些人啊，哇，他说今天这个还好，他说有一天有一个男的来炒了之后，他说不对啊，提出这个女的还问他说你有没有炒黑的？他说我不会。他讲他不会炒黑的有错吗？没有错，就是他没有炒了。他还是问他，你是不会炒还是没有炒？我不会炒，就是没有啦。他讲我不会是谦卑嘛？哦，他没有说我不炒，他就是不要炒黑的嘛。白意思说他炒白的这个菜头糕，生意已经那么好吃了，不需要放，不是浪费。对啦，所以那个女的，所以那个大哥又跟我讲，从前一个男的。不久前的一个男的，气到他怎样呢？收工啊，当场跟那些后面的人讲：“对不起啊，我没有心炒了。”炒到最后，他说全部错。他问他说：“你为什么我全部炒到完，你才跟我讲错？”
因为一包一包嘛，不懂包了第三四包呢，他跟他讲错了，哦，他气了，他全部把那个菜刀柜啊，他也不要给后面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是有一点不懂铁齿啊，气气啊，也是骨气啊，也是脾气也是真的不好。他说：“你说我炒错了 ，OK， 全部不要放在旁边，重新炒给你。”重新炒给他，又不懂发生什么事了。他直接跟他讲：“我不卖给你了，我不卖全部其他人了，我收工了。”让他们怪他喽。其实脾气是很大的，不过我觉得你看他这样炒哦，但是我还会去啊，还会去一次。我拿下那个大牌号码，然后我就跟大磊吃了炒贵哈，又看到人家排队买鸡肉，又没有排队了哦。刚才去的时候有，回来的时候没有排队，赶快跑去排队。张大姐买一盘鸡肉啊，我在脸书有上菜给大家看啊，有一点猪肝啊，他喜欢吃啊，不吃什么猪肝鸡肝啊，这些腌啊，好吃的不得了，鸡肉也真好吃。其实我听错4块，我说这么便宜啊，一盘啊，鸡尾要4块，这么便宜啊，后来七块 OK 啦， reasonable 啦，现在就没有吃他的饭了。其实应该再晚饭来看看他饭多香，可能啦，我还有去的一次可以去吃啊，今天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有个题目叫马国年夜送鸡来辛苦了，其实今天的题目没什么了，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一个猴痘是什么，挖苦千万别传进来啊，别进来传开了，好像已经有进来了，有一两个 case 有人中了，但是希望不要传开。然后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来的，然后马来西亚为什么年夜送鸡呢，这几天要收开始，几号开始不可以啊？6月1号。对，想不到张大哥退休的日子就是马来西亚不送鸡进来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我没有叫他们不要送进来，我们为了纪念张大哥退休，决定在6月1号没有送鸡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仪表什么仪表。好了，真的啊！我先讲第一个哈，猴痘啊，这个部长说猴痘在多地人传人，新加坡已做好应对准备。哎，他的别登就是这样的啦，他什么都是 OK 的啊。等到传的时候严重，他说啊，这次已经预知了，这次早就已经知道是这样啊，然后就大家不要恐慌，然后说我们开始有疫苗。不过老实讲了，根据专家讲，我看了几个报道，没有做功课。猴痘其实它是要很亲密的关系才会传开的啊、哦。这个猴痘啊，我先念这个先。他说猴痘病例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至今累计200多起，看起来不是很怕。它因为要亲密接触，不是从空气中传开啊、哦，所以不会好像伤风咳嗽传开这样。这种病毒原本是流行范围仅限在非洲某些地区罕见的疾病，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人传人的情况。其实记者写这样的新闻哦是不对的，不是罕见在非洲。比如说我念另外一个新闻，你们就会惊讶，你们惊讶，其实不罕见，很早就有发生在新加坡。等一下我再念另外一个新闻。所以今天部长在面部贴文指出，猴痘在他最近出席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引起关注。接下来几周，如果新加坡出现病例，人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他的本分就是这样，做好准备啊！发生了，已经早就知道啦，大家放心，我们能够应付。你在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啊，没办法啦，因为太厉害啦，突发事件，有些东西我们没办法想到啦。孙悟空也会72变啦，没啦，纯粹为了节目效果啦。其实这个部长，他也是就事论事啦。哎呀，不要讲，把人家什么都把他们弄到一文不值也不可以。的确啦，他也是很努力，就是在努力。他讲的也没有错啦，这种是官方的话是对的啦，不然他讲什么？哎呦，熟悉吗？猴痘。”福建话怎么讲？搞搞搞搞老搞诶，搞搞诶，猴痘。福建话。搞。马捞豆，马捞豆，马捞。孙悟空吧。孙悟空。猴痘，广东话说马捞嘛，猴子豆米空，豆咯豆咯，
马老岛。老高岛。真的。你说这么难听。OK， 他说这是因为新加坡人经常出游，而且我国是商业和国际中心。值得庆幸是我国2019年出现过输入病例，已经制定了必要的公共卫生管控措施。其实三年前已经进来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悲伤这个新闻了，不是，我有更早的新闻，等一下告诉你。新加坡人经常出游，那你也可以讲外国人经常进来嘛，一样的道理啊。新加坡是一个大都会了。其实我跟你讲，猴痘在一定的程度上，亲密关系，人传人亲密关系，大概就是两种关系咯，夫妻跟非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大家都明白了，非夫妻关系大家也明白了，所以大家啊要小心，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丈夫会有呢？或者为什么太太会有呢？啊，那又是不是夫妻关系造成有，然后又跟夫妻关系又造成连累另外一个人有啊？讲到已经。很清楚了，我是故意不要讲白了，讲白很哎呀，不要了，你大家明白吗？哦，先生在外面，哦，没有夫妻的关系发生关系，就回到家里跟老婆有关系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关系，那老婆就染到，就变成哦，夫妻都被感染，你被感染一定有一个来源，它的来源就是跟人的，而且亲密的接触，哦，所以。要很小心啊，当然不一定是关系哈，先讲哈，有些可能真的是因为手接触到什么接触到也有可能啊。我先讲，先不要提他。有些太太被感染到了，怪她丈夫啊，丈夫冤枉啊，我是在工地啊，我是刚好跟一群人啊，怎样，也要不一定是啦，但是很大程度是，他说2019年一名38岁尼日利亚男子把猴痘带进我国，他后来被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根据当时的报道，这名男孩子出现发烧、发冷、皮疹。的症状，猴痘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患者通常在两三个星期内自行康复，但有时候也造成严重后遗症，如肺炎、败血症、脑炎，甚至是因眼睛发炎引起的失明。哦，所以我你看这样啊，肺炎啊、败血、脑炎啊、眼睛发炎啊，其实说从嘴巴传进去也有可能，就好像我们生那个什么凹舌啦，在口腔里面有凹舌啊，白白的凹舌啊，猴痘大概也是这种病毒，生凹舌、皮疹，啊，所以要小心哦。然后他说，部长提醒，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皮疹，就算近期没有出国旅行，也应该立刻求医，以便尽早做出诊断和开始治疗。哦，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皮疹是水痘等常见疾病引起的，但如感染的是猴痘。尽快求医可以让你获得适当的治疗，避免传给身边的人。哦，猴痘的潜伏期1到3周，症状可延续2到4周，就是半个月到1个月。这种疾病通常以发冷、发烧、头痛、肌肉疼痛以及淋巴结肿大，差不多也跟官兵一样，官兵也是发冷、发热嘛、发烧嘛、肌肉痛嘛都有。典型的猴痘皮疹会出现在面部、嘴巴或生殖气区域，然后扩散到全身啊，所以大家明白哦，嘴巴是嘴巴啊，下体是下体，上下都可能感染。他也说，对外行人来说，猴痘可能看起来像水痘，因此医生的诊断非常重要，可能导致一小部分患者出现重症和死亡。啊，所以应该避免跟发烧和有痘样皮疹的人密切接触，始终高标准的个人卫生总是好的，哦，包括触摸脸部之前用肥皂洗手，啊，总之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叫我们洗手洗手，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就是这样，每天都要洗手的啦，哦，洗手要洗得干干净净。人们如果以感染猴痘而出现皮疹的患者非常接近，有可能遭到感染，但这种病毒不大可能，也不太可能像冠病那样引发大流行，因为病毒的主要通过密切的身体接触传播，而不是像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冠病病毒那样通过空气传播。所以新加坡之所以会有啊担心啊，是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大都会都是所谓的，我们都是属于国际啊。你现在走在马路上，我告诉你，当年小孩子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你是看到洋人好像看到哇很特别这样啊，尤其是你跑到金融区，
看到高高大大的白种人，哇，你觉得他们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现在你不要说去到，你现在在主屋区也有洋人出现，各国的人都在，有时看到 黑皮肤的黑种人，非洲人都看到，已经不奇怪了，没有人会嘴巴眼睛大大这样，到处都是这些人。新加坡好像一个国际大都会，就讲 就拿张大哥这一座主屋来讲，因为乌兰的屋子便宜嘛，外国人很多人喜欢 来这边住在这边租房子或者买房子。我们这边 我这一层啊，菲律宾啊，柬埔寨啦、啊，越南啦、啊，马来西亚啦、啊，我们新加坡啦，最少我看到的这五个国家，印度啦，不过他不懂是新加坡人还是印度人啦、啊。最少五六种人了，在我这座组里面，已经是 international， 已经是 international 了，小国际的组。主要上还有越南人哦。越南那、啊、我有讲啊，越南、柬埔寨啊，还有柬埔寨忘了讲，缅甸。我们的啊哈，还有做过缅甸人呢、啊。过去邻居的缅甸人。啊，过去邻居缅甸的，你看我这一座组嘞，这一座嘞，不是这一个区嘞，七八个国家的人都住过，你看，哇。真的新加坡已经是很麻烦。那我说猴痘真正的，我从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有它的图片，看得很恐怖。猴痘哦，英文叫做 monkeypox 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罕见传染病，主要是非洲的一种松鼠哦，一种松鼠啊，也睡鼠、松鼠、树松鼠动物中传播的。猴痘竟然是松鼠，为什么被叫鼠痘呢？猴痘不是monkey传出来的，是松鼠传出来的。所以今天啊，张大哥是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哦，错你怪他哦。我就有讲了，我的言论是我个人的言论哦，你们听听就好。有错的话问专家。这边百科全书讲，猴痘是由松鼠传开的，奇怪哦。猴痘蛾也会感染哦，有也会感染灵长类、猴类和人类。人类跟猴类在进化论里面是同类，所以进化论说我们是用盲地变出来的，就是这样。所以猴痘偶尔也会感染灵长类，偶尔还，但是它名称就称为猴痘，不称为鼠痘、松鼠痘。没有感染猴痘早期症状有发烧、头痛、肌肉疼痛、淋巴结肿大、感觉疲倦，随后出现皮疹，形成水泡并结扎还是结疤，潜伏期十天，跟部长所讲的一样哦，通常二到四周都一样。猴痘是人畜共通传染病，主要是通过接触猴痘病毒感染的动物、人类或受病毒污染的物体传染给人类。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很少见，主要是透过呼吸道大飞沫传播，也通过体液传播。体液大家就明白了，身体的。有嘞，他说主要通过呼吸道，所以口水可以传染，因为你口腔有猴痘，可能你就用口水讲话的时候，传给对方，所以我没有戴口罩是好的啦，包括连猴痘都解决。那猴痘病通常与天花病同属正痘病毒类病毒属，其症状与天花非常相似，但较为轻微，天花是很可怕的哈。预防猴痘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与带病动物接触。也包括那个动物，也包括带病的人类了哦。听啊，1958年呢，张大哥出生那一年呢，一群从新加坡进口到丹麦一所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实验室里，圈养着嗜血猴爆发水泡病，是人类首次发现猴痘的病毒，因此得名。哦，猴痘真正发现是在1958年从新加坡进口到丹麦的一所研究小儿麻痹症的疫苗里面的实验室里面养的那个猴子爆发了，造成这个猴痘病，因此得名。猴痘病毒的天然宿主尚未确定，但最有可能就是那种啮齿类动物、就是那些松鼠。所以松鼠在 hamster 也是属于松鼠的，我不要吓大家了、不要吓大家，他没有提红线，我只是跟你讲，哇，因为 hamster 每个人都懂了、所以1958年新加坡是第一个嘞，但是真正的天然从哪里来就没有知道了。然后呢，猴痘第一例的人类病例发生在1970年，1958年爆发，那时候可能传染到那个动物了、在动物里面发现猴痘，但是传到人是1970年
在刚果，此后非洲平均每年发现几千例病例，但是在非洲以外很少发现。2022年猴痘疫情标志着非洲以外的地区首次发生广泛的社区传播，是从2022年5月就是这个月开始在英国开始传播，随后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新加坡也有一宗两宗那样，所以大家明白吗？真正的猴痘之所以叫猴痘，是1958年、在丹麦在新加坡的实验室、就是从新加坡进口到丹麦，从新加坡进口到丹麦的这个一所研究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的实验室里，所以是新加坡圈养的、是新加坡传不懂怎么传的，我不会了，总之那个实验室是丹麦、如果我没有念错，到丹麦，新加坡进口到丹麦的一所研究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的实验室里面养的那个盲鸡、然后 他自己就感染了猴痘，然后到底怎样天然的宿主尚未确定，一样吗？好像沙也不知道天然的宿主，好像官兵也不知道天然的宿主，不但不知道，而大家美国跟中国这边怪来怪去，一些怪武汉啊，比如叫武汉病毒，现在已经没有人叫武汉病毒，然后中国也是说是美国的实验室里面，但是几乎所有的那种传染病啊，原来的宿主是哪里？那有些专家就说这些病毒罪魁祸首的来源，我们的大自然被破坏，大自然被破坏，我们的环保失败了，会各种各样的病毒都会接下来都会、慢慢会见识到。但是这个猴痘竟然第一次从1958年我是从新加坡进口的，还好没有叫新加坡豆。张大姐听到这个也是你很惊讶对不对啊，张大哥有做功课的哦。好啦好啦，今天第一个就讲这个了，喝喝口水跟大家打招呼，然后继续。不错啊，现在还有117个人啊，星期六晚上，谢谢大家。忘记按赞请按赞，不要怪张大哥一直讨赞哦，我不讨钱，我讨赞好不好？讨钱就是不要忘记看广告5秒钟，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年代把我的影片广传了，要有很多人才认识张大哥，有些人认识了就喜欢，有些人不屑，看了几集都不看，什么人都有，但是每个机会都是一个机会了，对我来说、然后我们看到谢谢罗比昂，晚上好。Sebastian Yip 说，张大哥，中邦 Hawker Center got one Cairo gate very nice, always long queue, but now closed. Sorry 啊 ，Everything you write is very good, attract me to want to go for that store to eat because 中邦 is near my place, but come to the last you said, but now closed. What for? 他说，中邦的小贩中心有一个卖这个叉烧龟的，很好吃。可惜了，也是很排长龙，最后呢倒了。我女儿的家在文清那边也有一摊很好吃，而且2块钱排队排很长。那个炒叉烧龟的也是脾气不好，奇怪，我看到炒叉烧龟的脾气都不好。我气大了吗？我气大了，真的。张大哥要去退休后去找一个摊位卖叉烧龟，一边卖叉烧龟一边做直播。红帽桥那个500多号那个安丁炒叉烧龟在吗？红帽桥500多在啦，但是他炒很慢呐、他一层两层三层的嘞，他的。炒柜鸡蛋在炒柜在鸡蛋，而且他很多他这边全部写清楚了，你不要问他，他全部写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要买就买，不要买就他索性写在那边了、连回答都是他连回答人家问他就叫人家看，你看他炒的那个样子 靠，很，而且他说他那个灶那时候要跟我们，因为我们是老顾客嘛，很久没有遇到他，他说叫我们去，结果我们去吃了也不敢再去了，看他炒得很辛苦这样，因为他说那个灶咖那个灶头他太过高了他炒得很辛苦，那我就想高你就垫高你的脚，因为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做了，是啦，也可能不要做了，炒到累了。然后我有看到一个网友新来的哈，叫做我对不起啊，你们网友的名字哈，这种名字我都有点怕，真诚感受了，
这个哪里是心意？你说钞票要消毒，是吗？哎呀，也对啦，但是没有人钞票去消毒的啦，手消毒啦，拿了钞票很多手消毒。但是张大哥也跟你们开玩笑说，如果你嫌钞票多，手 要消毒，交给我，不要还你最好的。我不嫌，我不嫌毒啊，我不嫌毒。有钞票可以数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哪里会去嫌它毒不毒？消毒药啦，不是消，不是钞票要消毒，是人的手要消毒啊。所以像张大姐出去也是，来来来，手来手来，消毒消毒。因为他买一个消毒消毒，一罐多少钱啊？你那个8块啊，喷的10多块啊，好像我记得你跟我讲10多块，不过哇，真的很不错，很香很香很香。人家擦了手会干，他都去烧香。奢侈品，十几块，人是买一块哦。不过我喜欢喷的啦，我不喜欢那种好像肥皂液一样啊，那种液体黏黏这样。这个味道比较好，另外一个是达芬娜的味道，我比较熟这个味道。这个比较好啦，啊，这个味道比较好。这个是同样牌子，冰，有各种味道，这个叫做 peppermint 的 organic 的哦。这个是在Body Shop 啦，没有沃森沃森有卖哦。哦，我也有一罐，我不舍得用，他一直用吗？我用他的先，过分的。以后我在户外我就要自己用，很香。你整个人闻到那个味道，就好像那种。有些人闻香，而且他不会擦的，不会手会干，这个是圣诞节的礼物。圣诞节的礼物啦，张大姐后来自己去买一支，我知道，他跟我讲很好，但是我说多少钱，他说十几块，哇，结果他也买一支给我，我就收住了，很少用，慢慢用。那多好啊！凡是你买给我的，你要知道那个源头在哪里，那个钞票的源头是我这边来的，整天说他多好。他只是回馈嘛，没啦，开玩笑啦，哦，他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的嘛，家庭主妇也是应该拿发薪水的嘛，我的薪水也要给他做家用这些了，是吧？人和人之间有时讲钱伤感情，但是夫妻之间如果讲钱太过伤感情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没有为钱争执啦，有时候会啦，有时候我做一些东西，他是看不惯，他也会讲几句，那我也会跟他吵几句，这样会啦，总是会为钱伤一点感情。但是大致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不是说我们两个好不得了，是因为我们也没多少钱可以伤，没有多少钱可以伤感情啊。哦，只要他说拿钱去养小三最重要，不要拿钱去养小三呢、啊。他头脑啊很简单的、啊，像张大哥这种条件，什么拿钱去养小三？为什么不给小三拿钱养我呢？为了节目效果，你敢了？65岁了，有很多漂亮妹妹一直在脸书找我嘛。做朋友啊什么，哎呀，我也在这边奉告这些美眉们啊，如果你们看我的直播，不要来这一套了，很累啊。还有那些什么公安啊什么，不要来了，真的。还有什么，哎呀，什么赚钱的计划什么，不要来教我了，求求你们了，真的。我不是说我百毒不侵啊，但是很累啊。不要啦，张大哥只是一个普通的直播客，赚的钱不多，不要因为我一幅画在那边，你们以为我很有钱，我有点担心。我买这幅画是很多钱，但是我是投资。我真的是投资想法的，对不起啊，吴老师，他自己也跟我这样讲，他说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将来哦，这幅画哦，等到我怎样怎样的时候，一定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普通的画家，第一，第二，他是有头脑的画家，我不可以讲详细情况，他有计划性，有策划性，哦，当然他不讲这些，因为他不是一个商人。他不是为钱卖画，他是卖他应该卖的。要花这幅画也要花好多个礼拜画，好多个礼拜当然要闲了。一个人普通，一个人的工作一个月你赚5000到10000，当然，你如果花两个礼拜画一幅画，你也至少要讨一幅画也要卖3000、4000、4500，没有什么的。我们刚才算那个啊，炒，我们算那个什么卖什么的，你说。可以卖赚很多钱呢、啊，我们刚才不用讲，一天卖多少包啊？我们刚才讲什么、啊、卖？哦，那个香饼啊，那啊哦，我们今天还买香饼，哦，雾兰有这个巴沙马拉，我认得 MRT 旁边，我会放在脸书那个好饼那一家很好，哇，现在已经起到多少了？一个好饼4块钱呢，
三块三块半挤到四块一个，等四十分钟。我记得三边吃的时候，一个才两块半、哦、是，我跟张大姐喜欢吃好饼啦，虽然都是炸的，大家明白了。但是现在那个乌兰的那个，哇，那个巴沙马兰很厉害哦，不用地上铺，铺到好好，天那个帐篷是很大的。然后高，然后旁边还有椅子给人家坐，风扇全部够。然后再过去是卖汽车的，里面还有冷气，应该买卖汽车的。哇，整个我们觉得最好吃的哦，我们看到那个好饼出名的，看到那个虾饼，那个印度人也是出名，也是起了虾饼。我跟当大姐讲嘛，中间三个，起初一个一毛五毛，后来不懂三个两块，一个七毛，现在一个一块，我一块一块虾很新鲜。我们也买来吃，就坐外面吃，然后叫一点水喝，要等那个好饼等四十分钟，然后好饼没有叫现场吃，带回家吃。有些人等等等就坐外面吃，很不错啦。巴沙马拉嘛，无人 ，Causeway 那边那块空地，啊，因为六月假期嘛，我跟张大姐说还要过去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太累了，我们办完事吃了鸡肉饭，然后又跑回来乌兰的时候又跑去吃虾饼，那晚餐都没吃了，啊，很不健康的食物全部。不好意思，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啊、哦。